你只不过是希望小春伊来离开冠杰尔，你就要毁掉一个查某囡仔一生。原来这一切拢是爸对小春设的局。阿爸，你对我遐尼好的时阵，我想讲，若是我爸还搁伫的，伊是毋是嘛会亲像你安尼照顾我、关心我？原来以前拢是我家己想伤济啊。既然你无法度接受小春，那安尼我就甲小春做伙行，离开公司，离开这间厝。三立台湾台八点档大戏《关崩虎牌米粉好面》。当所长，你嘛常常来这拜拜啊？当年迄桶金，你敢真正赚了真心，敢一点仔亏欠拢无啊？这个秘密只有咱三个结拜兄弟知影，发哥哪有可能知影？消息来源就一个，就是鬼哦。雷洪，我顶个月就准备回来移交，你去帮忙。多谢你呢，我规间厝拢找过啊，就是找无啊。你敢不知影，我伫倒位捡到这个移交的，不是你错啊。三立台湾台八点档大戏《关崩虎牌米粉好面》。就是你来找我妈收钱，你还结婚啦？做人无想我这么坏。哎呦，这位敢是姓强？八哥，当年迄桶金你敢真正赚了真心，敢一点仔亏欠拢无啊？恁三个是好姊妹嘛，啊，看恁是要去偷，还是抢，还是讲要去卖？反正在月底之前，就是要把200万的卡补起来。你放心，这笔钱我会来想办法。那是安那发哥也知影这个消息，伊到底搁知影偌济？消息来源就一个，就是鬼王。只有鬼王知影是咱三兄弟甲伊做的交易啊。生意哦，是恁出，交情是算出。来，先啉先坐。小春，接电话啊！你赶紧接电话啦！你甲咱哦，三个正等，金主来咱哦翕一个啊，伊出轨劈腿哦，我拜金伫我面床顶的相片。那无咯，小春，你一定袂当出代志。你看我这么尽心尽力的分享，等这个任务来完成了，我才能向你讨一个小小的礼物。雷洪，是的，拄好迄个人敢若是跳江卡龙，也毋过我应该无识识伊才对。这敢毋是我送给雷洪的预告？所以进前雷洪确实伫遮，我无看唔着。你哪会做伙回来？我是真正足感激的，因为从来唔捌有人对阮兜遮尔好。原来以前拢是我家己想伤济啊。这个陈小春，都是跟伊妈妈同款，敢那会遐假可怜？你真正是不适合做阮关姐太太，袂当搁再和你继续做伙啊！那安尼，我就甲小春做伙行，离开这间厝。牵手看着满山的樱花。爱情上这短暂的美丽，人生若有缘，走做伙，走过花开花谢，生生世世，有你的笑容在阮身边陪。岁月已老，阮有偌多？为你付出梦远无后悔，一桩子掀起咱的天地。感谢咱有互相照顾的机会。心爱你，将你藏在心底。全心爱你，将你藏在心底。